爱情，当我为你不温修，我就随你而去。红砖路上你定会等我，咱来世再结夫妻。温州乡英雄听，像你这样如何人生大事，是你，你害死秋月，也敢来怪风凉云。反正你失志消沉，气魄比这严格也不如，我有什么不敢讲？就算你死在你的手中，我也要替秋月报仇。想要替秋月报仇，你的武功也要亲临。我有一天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你数分钱。以后的代志以后再讲。目前我有一件要事，要与你谈谈。你我之间无什么负担。看你的怒气，师尊藏你的话，你一句拢无听进耳。师尊替你讲话，却无想到我的命。为了求我，我甘愿放弃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也甘心放弃自我的安全，踏入孤林。伊就是我的一切，但是你竟然将伊杀死，我怎会甘心？人不是我杀的，你叫人动手，同款意思。你素还真双手无沾血，就指使他人摆毒演技。你就是伪君子，我太了解你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你对我已经有了成见，不管我讲什么，你拢未相信。那就让时间来证明吧。用我在秋月仙子的梦境一拜，变！我不是青龙子，你和你的虚情给予所骗。你走，不管你怎样表现。求我在九泉之下也被关了的，也是，拢是因为这项物件，伊会关了我，因为是伊的牺牲，才保住你的性命。是方一伦无本自尽的心，为什么素还真的遗留在此？难道真正是无本自尽的人吗？如果当初这项物件，我的身份就被败露，也被拖累秋月路。素还真将方一伦复活，究竟有什么用意？难道是要我再度正进东营？丢，一定是这样。但是无本之人只剩三位，其中只有六处天气的身份确定。我要正进东营，一定要将六处丢掉，代替伊身份。但是六处武功高强，又是师尊的兄弟。玉聪变质，已经无够资格做师尊的兄弟。师尊将来就是鬼才，我再向师尊解释吧。目前可以动手杀死玉聪人，只剩五窍空灵，不如对公营，让阮共同完成海上军的威胁。